莫非你真的是你的主人？这样对你的主人可不妥。其实，你看看你自己的手心，你要找的呢是李莲花，我就是，你叫阿飞，是百川月的卧底，出名的。这百川月呢，江湖行讨，行侠仗义出保安的，我不杀你。我也不信你当我们是傻子。你不是傻子，你呢至少救过一个人。谁？我。莫非你真的是你的主人？这两个字好像从我嘴里吐出来。